Alpha 手中就是拿到女歌手奖啊，有没有在台上就是不想说一些什么？他跟我讲 I thought it was you， 我以为他跟我说他看到我就在地铁上 I'm sorry 那个系统压压讲。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 Depart 金曲奖最佳女歌手蔡雅蔡健雅得奖的是 Depart。对生命议题深入探讨，专辑概念完整呈现。年度专辑奖得奖的是 Depart。今天拿下这么多大奖，哇，这个心哇是一场梦哎！我觉得金曲奖对我很好，我觉得被疼爱，我非常后悔我没有准备感谢词，因为我就说随缘，然后上去的时候就觉得啊，有些人我没有谢谢这样子，但我后面会啦。这张专辑我真的是抛开我自己了，我只想做一张就是可以记录这两年发生的事情，我没有再想其他的事情，甚至用一把吉他，几乎都是吉他，会不会有人觉得太单调？到后来就是找到那个自信的时候，是觉得说其实简单也是一种力量。我只想做一张对得起自己，就是我想回馈给地球跟人类的一张专辑。特别是在做了25年以后，你知道我们做音乐很久的时候，最怕就是没有灵感了。我也有准备心，就是说会被淘汰，但是在被淘汰之前，我希望做一张就是哇，我可以真的很骄傲的一张专辑吧。那在 Alpha 手中就是拿到女歌手奖啊，有没有在台上就是互相说一些什么？他跟我讲 I thought it was you， 我以为他跟我说他看到我就在地铁上 I'm sorry 那个系统压讲，但后来有讲清楚了，有讲清楚。因为妈妈不是也是很激动吗？超激动！谢谢你们台湾人，我爱你们。我妈这次来，我真的很感动，因为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。然后我们第一天早上，我很早起床，我记得我就是我帮她煮早餐，老人家在那边吃你煮的早餐，然后阳光洒进来的那一刻，我那一刻有一股那种，我好想为你得奖。我好想为你得奖，那个 moment 我永远不会忘记。是拿四个有觉得光都要多，我倒是没有这样想过。